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10月19日公视台语台一播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香港理工大学警察驻站开始清场，成年的学生直接带去警察局，未上18岁，交家长带倒转去。社会上有人咧批评各校性别平等的教育内容伤含，家长家己很课本，大家看了拢讲教的内容实在真保守。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公布今年世界人才报告，咱台湾排伫咧全世界头20名。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包围香港理工大学这的警察驻站案开始清场，啊，校方的人员入去学校内，将学生囡仔一个啊一个带出来排伫登记。那已经成人呢，直接带去警察局，未上18岁是交予家长带倒转去。咱来看上届新的情形。理工大学外面呢，今仔相对较平静，透过镜头会当看到边仔有学生啊咧排队等要登记出嚟。在理大外面的人行道顶头，进前老手校园的示威者甲民众一个一个排队等待登记，超过18岁人直接予警察带来50公尺外的消防处总部大楼。另外，坐伫天桥卡一群挂着嘴暗的少年人，拢是18岁以下，由学校的老师甲家长来查找。其中，这个穿着急救人员的衫的查甫囡仔，用手机啊表明家己唔是自首的，伊讲无后悔行出来。为什么会选择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人道救援是非常重要的。会后悔出来吗？不会。相对前一天有人走出校园，警方就发射催泪弹，今仔较平静，警方封锁的范围缩小，加出来学生啊，嘛由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首席讲师牛达平陪同。刚才是18岁，但是有一些18岁以下，有些以上的，对不起。啊，对对对。张德平表示，已经有超过300人在因的陪同之下离开，超过200人是18岁以下。另外，昨咧找查某囝的台湾的戴妈妈，讲阿伯甲查某囝联络上，才知影查某囝被送到警察局啊。记者林静文、王兴忠，香港报道。咱翻头来看，昨香港理工大学内底，即个抗议学生虽然有3摆拍算要冲出学校外，不过却一直去予警察的催泪弹挡起来，无奈搁再退后。啊，学校内嘛是愈来愈歹度，连水都根本无通食。到个站深街，50几间中学的校长才一批一批入去，先把中学的学生带倒出来，过来换理工大学丁金光校长，嘛入去鼓舞大学生，等着赶紧离开了。示威者徛在天桥外口，个油纸啊降落来，顺利降到路边了后，使用走离开。啊，那伫下骹，唔有其他人斗相共，各边只用骑机车来回接人。这是发生伫18:00，因为香港警察包围理工大厦，后来示威者想要离开，啊，唔过拢叫催泪弹挡落来，或者是叫警察抓起来，应该当保险逃走。啊，唔过警察随后是赶到位，这个行动搁一摆受到阻挡。啊，那伫理大后来，示威者用路基用放火阻挡警方，啊，唔过伫内底一工一暝，学生是已经真忝。老师在五楼的六点回到点水家，好了，我们的我的双腿没有那么稳定，那么以后的话，可能要重的，你买的多，是五家吗？零八的我得，就是七月十号，我是等他六点家了，那个。一直到今翻点12点半，50外的中华校长甲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詹玉贤分配进入校园，带学生离开。有人真激动，大声要求要离开学生，迈走。个人互相拦做伙。理大校长田金光事后无到现场，表示伊阁毋知影有偌济理大学生伫校内，呼吁校内人士离开。暗个嘛表示，离开示威者会先根据逮捕流程处理。对理大学生讲话的态度强硬，政务司长张建宗则被指出，理大校园的冲突已经到暴动的程度，民众若是提供协助，拢可能犯暴动罪。中国国务院嘛在昨下召开记者会，表示若是政府有需要，会当请中央政府到三江。只有出现了极端的情况，才能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那么来要求啊中央按照基本法的这个相关条文呢，来采取相关的措施。虽然安尼，第二代护军也是有真侪兵将伫街头支持学生，不甲警察爆发冲突。19:30，1点半，民众才渐渐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昨日暗时，本身是香港人，也是公共电视特约的导演
丁德如家己一个人伫香港尖沙咀一带去予警察抓去。昨暗咱公共电视嘛发表声明，正式讲这段消息确实是有影，不过到今是还无法度联络到丁导演本人。丁德如是今年十月开始接受公共电视台节目部的委托，和林祖映女士两人担当《艺术真有事》这个节目特约的导演。啊，林祖映女士嘛说明讲，昨天丁导演就是按尖沙咀迄角头一个人出门，要去香港理工大学枪击的现场采访，半中途煞去予警察抓去。经过香港记者协会向警务处探问了后，才知讲伊人是关伫红磡分区警察署内底。不过是安怎伊会去予人抓起来？原因就还搁再查明。因为反送中的抗争，致使真侪香港的大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大大受损害。顶礼拜，咱台湾的高等教育界嘛有真侪间学校表明讲，是肯尽量协助因这少年家继续就学。你像讲台湾大学，打到已经有400+个资本伫咧香港大细间大学咧读书的青年人，申请要换来台大做访问的学生。内底有240个台湾本身过去遐读册，嘛有100名香港籍的学生。火烧到真美，四界拢会当看到砖啊角，规个密密麻麻的场景，真正是料想袂到，这毋是战场，是学校。香港反送中抗争拖到学校去，致使有真侪间大学宣布学期提早结束，影响学生的受教权。嘛有真侪台湾学生因为停课倒来台湾，要安怎延续课业？台湾的高教界拢表达因的好意。欢迎这些学生以专案的访问生的方式来台大就读。访问生的人数大概在100到120位左右。今年这个情况是非常特殊，因为已经学期开始将近2个月了，他们可以申请下学期也做我们正式的访问生，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就必须要经过审核的机制。国内有数据学生申请来学校做访问生，台大十四才发公告，十九早起已经有417人提出申请，其中台湾学生240人，香港学生100人。经过查证审核了后，会当安排读册。啊，若是清大甲中山，嘛拢有接到学生申请，啊，阁有老师问到教职相关的资讯，要了解薪水、研究环境、甲经费等等的条件。因为即马学期已经过一半，所以学生想要来台湾延续课业学习，各校采取的做法大部分拢是先用访问生为主，无法度得到学位还是学分。2天内打电话的100余通，真的留下资讯，然后我们也备案的大概24位，是香港港籍的海外学者，他要号召捐钱赞助这些香港在台湾学生来念书，是有知名学校的老师来提出申请，是要3级3审，应该是10位同学的话呢来询问姐妹校的学生过。来的话，我们会以访问学生的以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学者的部分目前有5位，就只是说啊，如果他们想要过来的话，我们中山大学大概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各个部干他表示，会统一受理台湾学生转学回来台湾的相关作业。啊，若是有国际人才想要来台湾教书，除了玉山计划以外，高教深耕计划有规划20亿的经费，会当提供较有存够的薪水。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甲着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由杜英台主席陪伴去到高雄，陪伴8位立法委员的提名人同齐登记。啊，赖清德听到讲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咧批评伊主张台独的立场，伊对嘴甲伊应讲，韩国瑜家己都无知觉，中国根本都无接受国民党咧讲的一个中国个人表达的主张，国民党若继续安尼行落去。分明就是要把台湾带对，予人统一的方向去啦。蔡英文，小英，小英，小英，其实正欢迎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这时来到高雄陪同党内的立委登记参选。和竞争对手韩国瑜批评伊的台独立场，赖清德搁再一概表态，讲家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国家前途只会当由2300万的个人决定，唔是任何一方的势力。等到口说韩国瑜无看到中国宣称敢那一个中国的事实，一直咧注意对方无爱承认的一中国标，最后只会和台湾和人统一。所谓九二共识，就只有一个中国原则，也就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国民党所宣称的一中各表的空间。那如果韩市长蔑于事实，啊，没有体认到啊中国的这一个立场的话，那他们所要带领台湾的方向，必然是走向统一。当初是邓永泰嘛，陪赖清德做会到场，伊强调高雄伫个明年大选当中有指标性，已经予党内当作是一个主战场。
新北市是我们最大的票仓，高雄市是我们最大的战场。我们有八位候选人，刚好打完八局下半，赖副总统陪各位打完九局下半，获得全胜，这样好不好？去向过去，予民进党看作是大票仓，说第一顶台的市长选举失败，这次党来提名的高雄立委全部到位，来展现着团结的气势，嘛予民进党讲，除了赢得这届总统大选，嘛要予八席的立委全部调来拼国会过半。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咱来讲韩国瑜，伊听到讲赖清德咧家质问国民党含伊所行的方向是去予人统一。伊嘛硬讲，民进党则是欺骗，是借壳上市。伊阁呼吁蔡英文总统和赖清德两人爱甲国家主权的定位讲好明。啊，韩国瑜阁提起蔡英文总统咧甲批评，讲高雄当时咧等一个市长，伊甲蔡英文掰翻头，硬话咱来听看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十九出席台湾有努斯基金会主办的社会型企业东亚年会，对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强调大主论，阁质疑国民党和韩国瑜的国家方向是被统一。韩国瑜直接批评讲，这是另外一种欺骗。这是另外一种欺骗。所谓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这是股票术语叫做借壳上市。韩国瑜呼吁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要把定位讲清楚，佮对蔡英文讲高雄在等一个市长的讲法再度反击。蔡英文总统执政这三年半，说高雄在等一个市长，但是总统府在等一个良心。对蔡政府欢迎台商回来台湾投资行动方案推动到即阵，台商回来资金挂零，韩国瑜佫批评用欺骗在治国，副手张善政是指出，台商无把资金砸回来，商中扣税是关键。在大陆赚了钱，在大陆被扣税，回台湾来还要再被扣第二次税，双重课税，台商怎么愿意把大陆赚的钱带回来呢？所以民进党现在说这个台商会把资金带回来，回投资台湾。这个就是国王的新衣被点破。有风声讲，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要接韩国瑜竞选总部的主委，韩国瑜无否认，强调对朱立伦非常的感谢。时机若好势，伊甲大家报告。因为国民党最近在部分区立委提名方面争议不断，恐惊影响到韩国瑜的选情。朱立伦甘愿意接选前的操盘手，为韩国瑜甲选情顾掉的，外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两党讲完，咱来看台湾民众党早起发表部分区立委的候选人名单。台北市劳动局的赖香林局长亚头旗，郭台铭立马高鸿安排第三。啊，另外新光集团吴辉赛大汉查某孙吴欣明小姐排伫咧第七，包含赖香林局长，阁有市府的副发言人黄静莹，甲顾问蔡碧如，后礼拜开始，都拢会向市政府请假，讲要归心拼选举了。民众党部分区名单早起公布，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林排第一，代表郭家军的高鸿安排伫第三。对此，郭台铭办公室表示乐观其成，毋过这排名嘛牵连入国会机会。国民党台北讲，郭台铭有甲伊讨论过，敢是要让高鸿安甲蔡碧如名次对调。他是很客气，有时候不用了。这个高鸿安也不是高鸿安也，我们是认为他适才适用啊。吴欣盈其实他很早就来，他以前就来跟我们讨论。我先讲哦，他不是我们去找他，是来找我们的。所以我说，哎，你这个条件还不错啊，那干脆去部分区。强调什么人放伫什么位置的郭文铁，甲原本有意思要挑战区域立委的新光集团吴欣盈排伫第七，但是敢那无算伫安全名单内底。郭文铁认为爱有志气，嘛乐观期待运气好会当摕到十席。再去民众党公布的二十九是不分区名单，郭文铁认为伊名单平均的年龄最少年到四十岁，其中前十三名内底有四个是海选来的，其副行员有三个。预计下周一开始请假，那等到12月25号开始公告正式公告之后才会请辞。看不得八划出34席提好提满，但是今麦民众党刚有提名29席，党秘书长张哲阳讲，因为公司甲读册关系，有人无愿意写出来，甲无列入名单。不过看不得认为减报五个就等于加赚100万，这个想法真务实。记者郭彩燕朋友做张国良台北报道。过来，咱来看亲民党。亲民党的总统参选人宋楚瑜早起表示讲，因这党不分区的名单有三项特色：一项是原地公开，一项是专业的能力，另外阁有关怀弱势。不过，因的名单敢看得出郭台铭影响力，宋楚瑜是犹原也无表明。另外，人问起香港的时势变甲这款样相，宋先生的看法是讲，自由民主的价值是每一个台湾人的血统。
阿姨是上界会晓和对面那边沟通的人。选战愈来愈热，拿了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差不多拢出来呀。不过，亲民党的不分区名单宋楚瑜到达也未公布，伊只简单讲名单顶头的人会有三个特色：一啊，原地公开；二，专业；啊，第三，关怀弱势。无直接承认讲名单会有过加军，不过开出来人选的条件，却让人一直想到关怀弱势的英灵基金会。宋楚瑜接受广播电台专访的时阵，认为亲民党和民众党并不是竞争的关系，伊搁较强调小党的力量应该爱组织起来，把拿力拍好多。我不把民众党当我的竞争对象，你小看他，你看不起他。不是，我要跟其他两大党。竞争来竞争，要让第三个选择和另外的声音能够出得来。对香港反送中的局面愈来愈严重，甚至拖到大学。国民党嘅两化一家亲，伫咧宋楚瑜看起来，两化嘅沟通是上界要紧嘅。伊强调台湾有民主和自由，伊家己是上界了解安怎和两化沟通嘅人。怎么样子两岸来进行沟通，而不是两岸在对立。自由民主的价值是我们所有台湾人共同的 DNA。 宋楚瑜可以讲跟所有其他的这几位候选人我们占有优势。宋楚瑜也伫咧广播电台坦白讲，伊其实私底下捌讨论过要提名郭文德来做总统，由黄珊珊做副手。不过郭文德后来放弃做接班人，选择成立民众党。宋楚瑜表示伊不知情，不过伊强调会尊重个人的规划。现阶段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甲小党的势力送入去国会。记者洪敏金、张玉水代表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讲，台中的警方伫咧一个姓王的男性厝内，抄出619张假人民票。啊，照伊的讲法，遐假钱是一个姓何的朋友弟兄，人去到中国旅游的时，专门咧替人换钱，迄款无牌业者迄边换来开的。永春咧才早倒来台湾，自家的钱先给这个王某人，讲要拄欠上，但因双人已经给警方以伪造有价证券这款罪名移送法办了。警方入去查甫人住的所在敲锤，因为接到举报，这个查甫人四处伫卖假人民票，要来换新台票。你让你换一下，对啦吼。啊，你即摆会使开始吼。警员斟酌的算数量，即挂被敲出来假人民票全部拢是100元的，总共有619张。啊，不过即挂假人民票是从倒位来的，警方追查，原来是因伫中国买的。那购买较便宜的伪钞啊，伪造的人民币哈，他在当地啊。啊，那持伪造的人民币花用之后啊，将剩下的伪钞啊带回台湾。警员继续调查，这挂假人民票到底是从倒位来的？原来是姓王的嫌犯，因朋友一个姓何的查甫人去中国旅游的时阵，甲无牌业者买来开，伫当地用了剩的要炸倒来台湾赌笑。经过警方比对，虽然打看的时阵假钱真相共，啊，不过要真侪所在通好认办。他这边会露出一格一格的，好，那他防伪线上面会有100的字样，那伪钞这部分。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致哈。明天这张100元是真的，伊100元的字由目会对角度来变色。另外，伊通行防伪线是真明显，而且面顶阁有100元的字，这种的像假字都做不出来。啊，阁有真的会当看到面顶有人像的浮水印，假字就是直接印起的。阁加上真的字会较有显微印刷，假字是无法度做出这么幼弱的印刷，字体嘛较无清楚。另外嘛提起民众，唔通透过地下无牌业者来换钱，那是换到假字，就会用以涉嫌伪造有价证券的罪名来发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予你做参考。解文说字，是啦，有个人印假钱，甘愿拼性命；，啊，有真侪人真正就是为钱赌性命。讲到金钱，资本主义的社会，为着要趁钱，为着要过一下较好的生活，这是难免。因为这是政府所发行的，这是有价值的证券，所以吼，咱趁到钱，这张纸呢，摕去倒位？拢有在条开，有当中啊吼，人讲目金钱做人，这未必然无道理。不过咱来认真个想，趁钱趁钱，有真侪台湾的俗语话，你甲咱教讲，趁钱真正着爱死呀、运呀、命呀。国情来讲几句啊，甲大家做参考。做生意的人，常在有一句咧讲，人都闪互钱过，意思就是讲，
那委托咱做工课，那业主有啥物要求，咱都爱尽量配合啦。咱唔通烧急气啦，人都爱忍气求财，唔通急气烧台。啊，唔过想一个真，忍气吞忍，要吞吞到得当时。社会上原来有一款人，讲甘愿讲徛咧赚的钱，唔，都爱跪咧赚，伊才会欢喜。敢有？有足侪人咧赚人民币，都是安尼生呢。连国家的尊严，连家己母子田园，甘愿拢放水流，去到中国为着要赚人民币，连尊严跪落去，伊都敢。这个钱唔通赚啦，失去尊严、失去原则的钱，搁何里有在条赚？你啊，无迄个久长的生命来开，你讲看有影无？唔只人一句俗语话咧讲，讲侥幸钱失得了，连做飞碟的钱你都敢赚？侥幸钱到尾啊，绝对会出破，绝对会失得了。赚赢钱有当条啊，都会跋输脚。唔免国情啊，加讲，咱讲鹿港一个姓高的，流传至今，是真侪人甲批评，也是真侪人甲恶落，是大家拢甲心酸。也是讲，多数人拢认定讲，伊臭名万世，唔免国情啊加讲啦。啊，话讲来到遮，有影若无天时地利人和，人无达到时机，你讲要赚什么大钱？有当着啊，咱嘛无法度去暗算。毋只俗语话人讲，人两脚钱四脚，四句人讲了真好。你是苦守在贪中，混得命运真不通，福无风云交际处。自然变化得生量，有当着啊，真正需要时机。唔只系讲趁钱有数，生命爱国，即句话，咱社会虽然流传，虽然真普遍，唔过愈时常听得到的话，真正着愈有精力。咱趁钱，无论趁大钱、趁小钱，咱第一就是生命，第一就是健康，都爱顾好。你讲看有影无？目前社会上真侪做时代人诶。认真赚，骨力赚，嘛是望讲家己子弟会当伫学校接受一个较好的教育。啊，毋过有真侪人咧批评，讲国校的课本咧教男女间性别平等教育的内容外含拄外含。顶日啊，福建连教育部长都捌出面去告遐个放假消息的人。啊，早起有个人的家长亲身去教育部献课本的内容，大家看了拢讲啊，事实课本教了算是真保守、真安全。不过同时间，教育部的门下口，所以有别的团体在抗议。这回是换讲，高中有一本教材大大有问题，敢有影？咱详细来看麦。青春期的查甫囡仔透早起来，发现课淡淡，要安怎？小学五年的囡仔顶学期会学到即挂代志，到小学六年顶学期课本会讲信是啥物？最具测型负责人刘昭仪的囡仔，即马小学四年，伊认为高年级才教即挂有淡薄啊，伤过慢。从现在现有的内容去做延伸，对，因为目前看起来是可能是因为时间篇幅的关系，都有一点太简单了。从一年级分到六年级，看出来真的是比较缺少一点比较偏安全牌的教育的方法。可是有很多老师他是很愿意提供更多元的资讯，然后更丰富的资讯，让孩子知道说我们还有怎么样子的面向。一本一本来看国小每一个版本的健康甲体育课本，几多位家长是认为较保守、真安全，可以当从事性平教育。但是高雄市家长协会几多个民间团体，伫教育部外口开记者会，批评高中一个版本的课本，推荐网站会连教人甲动物做迄件代志。然后你按进去点点点点点，学生最爱乱点，不到十分钟就给你找到这么多东西。教育部回应不同的年纪已经确定台调，课本是按照课纲来写，那是因为描写太过简单，出现误解，虽然不是错误，拢会换掉。检查课本内容的家长是认为，那是烦恼学校黑白教，家长会当做的就是家己去确定到底囡仔伫学校拢是学什么物件。记者受新志明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讲中华邮政自从2003年改制作民营化的公司。开始采用新制度，目前公司内底新制度员工已经比较旧制度也较侪了。像知影讲新制度和员工的加级含旧制无平等，
做同款的石头领红绿无变质。但邮政产业工会就表明讲，十二月初要走上街路抗议。不过企业工会这边嘛真不满，因讲交通部都因讲明年要甲这新制度员工调整薪水啊，若要阁抗议，实在是不应该。坑声台务平顶，未当阁等的本选。邮政产业工会一直十二月初一走上街头，为交通部出发，一路游行到行政院顶前，爱政府重视。邮政公司辛苦坐员工，台务差真多。同款是坐柜台第一线服务人员，处理业务拢同款，薪水可能会差五千块。从九十二年开始，然后用了两套薪资制度，这明显就是在降低人事费的不公平的一个制度。两种的人事制度，然后做同样的工作。邮政产业工会指出，以来起第一线为例，固职员工二级顶到五级顶有4800块加级，甲新职员工都无。啊，外勤邮务师固职有6000块加级，新职到3500块津贴。这个加级，根据加班费计算基准，若是加班，薪水落差会搁较大。啊，毋过企业工会指出，这两年这几家公司争取差别加薪，以今年调薪为例，新职调3%。固职调1%，嘛甲公司讲好，每年计针对新职员工调整薪资。今年的用门位已经帮他们调薪调3%了，贪得无厌了。明年还要被索要政府帮他们做那个会资本职务加级这一块。你在加薪的时候是，92年以后的这个部分会加比较多。我们也有一些步骤，一步一步来，提高工资化以后员工的这个待遇哈。所以这部分我们事实上都有在进行。交通部表示，邮政公司的起薪比一般个人事业、公共银行较低。这两年嘛积极改革调薪，以渐进方式替新职同事争取福利。产业工会要上街头，可能是要接收到正确消息，会加强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网络送食食的送餐人员各种权益的问题，近来真受社会各界关心。劳动部早起发表。劳动契约认定指导的原则，望讲，予劳工佮头家人拢会当照这张表落去检查，家己佮对方到底是请工还是冒失头的关系。劳动部嘛望讲，经过这张表，通予做工的人佮较侪保障。美食外送人员伫车路来来去去送食的，定发生车祸。美食外送平台佮外送人员是承担或者是雇佣关系，嘛受到外界争议。劳动部经过半年跟专家合作研究，公布劳动契约认定指导原则，明定劳动契约认定标准，不是企业或者是头家一方面讲了准都算。业者他自己会去定一些所谓的我们常听到的，不管是承揽啊、委任啊等等。如果你有符合的一些劳动契约的一种概念，或者实质的运作，即便你定了一些是不是劳动契约。他并不会因为你定了这样一个约定以后呢，就会变成非劳动契约。劳动部嘛提供劳动契约的判断检核表，内底25项检核事项，包括工时、工作地点，用简单的方式呈现问题，让劳资双方会当自我检视。那些海项目愈多，代表愈偏向雇佣关系。那这些项目呢，每一项呢都可以提供给劳资双方哈来做自我检视。那当然。这里面如果你勾选符合的越多，当然你的从属性就越高，然后呢，这个从属越高呢，越可能趋近于劳动契约。好，劳动部表示，若是高客行不济，劳委还是需要看整体契约内容来做综合判断。按过头一摆发布劳动契约认定标准，是要让劳资双方有更加明确依据，对提供予头家甲员工参考，卖提供各地方的政府跟劳检单位，针对争议案件会当更加紧的做出结论。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出名，设立咧瑞士洛桑这个大都市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打公布2019年世界人才报告，咱台湾的表现跳起来，甲全世界第20名，是六年来上界冠的。那甲亚洲的国家互相比较，咱是较输新加坡、甲香港，啊，毋过赢过日本、南韩、佮中国。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19年世界人才报告，在63个受评比的国家当中，台湾排名第20名，比2018年大幅度进步7名。在亚洲地区的国家当中，咱国是排名第3，仅仅输第10名的新加坡和第15名的香港，国领先南韩、日本和中国。我们的产业结构就是没办法去吸纳这么多的大学毕业生，而我们的高等教育却
普及又一直在增加。这项这个项目虽然在国际评比上让我们的这个名次往上拉了，可是在台湾来讲，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问题的一个根源。这份人才竞争力评比总共分做三项指标，台湾在这三大类指标中比去年较进步，其中人才准备度大幅度提升到第十二名，比去年进步十五名；投资和发展人才是进步一名，来到第二十四名；加人才吸引来并且留住的，这是进步三名，是第二十九名。不过 IMD 也点出，台湾就是一项目是对外籍高阶技术的人才欠缺吸引力，还有生活成本相对较高，这两项排名是全球第四十八。我们针对这些外国人在台湾工作，我们的还是有很多的限制。现在外国大学毕业生他都需要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而且他的月薪必须达到47,971块，也几乎就达到48,000块。他们要携带家眷随他工作来这边读书，但小孩达到18岁了，小孩就必须要离开台湾。针对吸引含老人才、国属于改进空间的项目，国发会未来会继续检讨放任专业人才引进和移民相关法规，积极推动新经济移民法草案的立法，希望会当把更加侪人才吸来，并且留住咧，充沛咱国的人力资源。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有一款广告讲，是大人带幼囡仔来住，安全阁好佚佗的亲子饭店。有影引起真侪少年的爸爸妈妈的注目，出外时嘛拢爱特别去注文这款特别设计过的房间。啊，不过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小保官会同地方政府一挂主管机关去这款亲子饭店现场稽查，头尾查24间，结果就有22间是无完全符合政府的规定，大家都爱较斟酌较有影。就是这间在台南市的下都城路安平馆亲子饭店，由行政院消保处会同地方政府消防建管等单位进行联合稽查，结果发现饭店楼梯有放物件，恐吓影响道路的动线，违反建筑安全管理法。啊，楼梯间堆放杂物啊，我想这个都变成啊业者养成一种啊不好的习惯哈，久而久之啊，这个东西越堆越多。我们目前都已经改善了啊，他已经他有列缺点给我们，那我们都按时改善。虽然下都城路安平馆无合格行步，阁有无设置自动饮水设备，急救箱无放灯罩，儿童游戏间无合格检验室，牵涉扩大音阶，何以饭店台南西门馆嘛是楼梯有放物件问题，急救箱有水无过期，游戏场无合格检验，无啥人数等资讯。公司观赏艺术大饭店、圣德福华大饭店、甲期待皇家酒店，这是安全梯有放物件，环境消毒无好，游戏场无合管理等缺失。摆置杂物。主设哈，那的违反建筑法的规定罚多少钱？那我们的法律规定是依照建筑法91条里面的规定是罚6万到30万。消保处强调，即摆稽查国内24间露宿业者加儿童游戏场，有22间无合规定，无合格率有91%。建议消费者选择亲子旅馆，应该注意安全梯是毋是有放物件，好好用露宿场所，亲子出门才能平安又搁欢喜。啊，那既然南沙精英酒店因为安全门拆掉的。进行订单，扣款6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听囝是天性，安怎管教嘛是大学问。儿童福利联盟连续第九冬发起“感染式的时段”，啊，就是儿童保护的运动。再去公布上最新的调查报告，内容写讲，国中和高中的学生3个都有一个捌学习大人用言语口舌，无就是歹嘴干面。原因若毋是囡仔应出应知，无就是成绩考了歹。儿童福利联盟毕丽芳执行长嘛出面提醒，因为吹啊云快散，言语是较恶化。受到华人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囡仔无拍就袂食物，真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拢会去予家长拍。联合联盟公布上新的调查报告，发现要甲33%的各高中生，捌去予家长用语言暴力来管教，原因大部分拢出伫咧甲大人应出应知，还佮有课业成绩有关系。联合联盟嘛针对大人进行调查，结果有74%的大人，也是有语言暴力的伤痕。也有少数的成人说，当了自己当了父母以后呢，他也会在情绪暴怒的时候呢不自觉地复制了以前家长的一些言语的暴力。针对受到语言暴力的囡仔，数据的讲话，仅仅28.3%会接受而且改进，要到80%出现负面的反应。
立法人民执行长白立峰指出，语言暴力比辛苦的暴力更快去影响到囡仔的身心发展，包括出现失眠、着急、生气、忧郁等等的负面行为。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在学校真的受了点委屈，那我们回家要给他大量的温暖。我很喜欢古人说的一句话，叫做因材施教，你不能用一套标准去教导全世界的孩子。黄祖教担任爱心大使，也呼吁家长要注重语言对囡仔的伤害，还有影响力。为着要降低受到语言暴力的囡仔，立法人民号召家长做伙来培养，卖讲气话，干那讲鼓励的话，透过支持的语言，会当帮助改善亲子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正正就是国际儿童人权日，桃园龙潭国中有一名学生做伙翕一支影片，叫做《五款家己想、家己钓的大人》。有去得到市政府主办的影片评选的头一名，这期的内容就是描写五款生活中会去损害到囡仔人基本人权的情景，嘛借用这个内容提醒成年人讲，人阮也有家己幼囡仔的人权。你打我女儿，想被打吗？不行！叮叮叮，大人不能对小朋友使用暴力哦。这个由龙潭国中的学生所翕的五张，就是家己是钓的大人。得到桃园市政府举办国际儿童人权日系列活动短片评选的第一名。影片当中，就有五种生活当中真普遍看到的情形，让大家了解这些情形其实已经危害到儿童的基本权利。我本人非常喜欢拍抖音，可是就是有时候会被爸妈会说。就说哦，你怎么还不去读书？在那边拍什么抖音？自己有自己的时间，就去好好利用，不一定要全部都要去读书。学生表示，不一定爱读书才会当拼出一片天。拍这个影片，就是要甲大人讲，因有家己的自动人权。自动权利公约代言人黄浩平嘛，以家己本身的经验讲到，细汉的时阵，因为爸母感觉讲发展较好，读数理自由班，但是其实伊的兴趣是伫咧表演、主持、喜剧和脱口秀。我觉得永远会后悔的选择都是没有做的那个选择，所以就让孩子去找吧。我觉得孩子不是我们的未来，孩子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也希望未来其他的小朋友或其他父母亲可以少走一点冤枉路。如果有冲突，如何去解决这冲突，用教育的立场、陪伴立场让孩子度过，而不是一味跟他讲你的价值不行，你这样一定会影响功课。校长认为，囡仔伫咧学习参与的过程，含家长的社会期待，常常会有抵触。儿童经宽宽严内面所宣示的精神是，把囡仔当作主体，期待嘛鼓励家长爱听囡仔的想法，创造更多囡仔自由发展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新竹乡山家一条小毛溪步道，这是运用1314万就去建设，毛真侪观光客拢爱来遮行。不过，像怎讲，自去年六月开放到今，才经过今年的米塔风台，步道就哩哩落落。但外界嘛咧质问讲，这款工程品质，敢是台湾话伫咧讲的青皮糊的咧？画面中看到民众真欢喜，伫步道顶悬散步看一马，想袂到即马步道袂堪接米塔风台的影响，中断一截，步道嘛因为安尼由封锁线，时间算算咧，敢那使用16个月尔尔。一年多而已啊，那一年多就坏掉，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这样觉得好像在浪费我们国家的资源，百姓的纳税钱一样。只有用一年多，这当初的设计，我认为一开始的设计单位就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市府并没有做很正确的来做评估跟督导。针对外界质疑工程设计敢是有重大，市府三发处回应，主要是因为香山地区平常时啊风得真透，加上风台期间拄着弯流，步道才会断去，会赶紧完成修复的工作。因为当天的浪大概有3.6米高，然后尤其是大潮，所以瞬间的风级达到9级，所以导致我们小些步道因故冒凉歪损，第三方的公证人来鉴定这个到底是天灾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施工不当而造成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进行以及在厘清当中。这条看起码的步道过去在2017年3月份就因为检修有问题，厂商老跑无法度启用，同一年5月份，阁方发现无摕到开发的许可的时间，有真侪争议。市府指出，随后会邀请技术工会来斗三工，来看时间的厂商爱负倒一挂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公共建设
看顾的责任算啥人的，实在是大问题。那讲园林的铁路拆窗，自从公告做历史建筑了后，就一直放空经到即阵。啊，进前彰化县政府和园林市公所已经有开1000万，替铁路局整理铁路高架桥下骹的场所。不过即马园林市公所望要运用铁路拆窗，啊，铁路局这边煞又搁讲，啊是即间阮先细人，才由恁公所去发落。当然，园林市公所认为讲安尼是较无下台，但彰化县文化局已经要出面来协调双方面了。彰化县园林市的铁路高架化已经5年，高架桥卡的空间经过园林市公所和彰化县府合作，开1038万进行美化，现在已经有部分的路段完工，不少民众早晚都会来运动。不过在高架铁路边这栋铁路拆窗已经荒废几十年，这大栋荒废的建筑物在市区相当的奇怪。它已经超过50年了，啊，当然列为那个历史建筑也不能拆，啊，在那边真的啊，如果不去活化的话，真正是变成一个又脏又黑又难看一个建筑物，很难看。也希望政府可以跟地方来配合，把那边做一个新的亮点。园林市长表示，园林铁路拆窗在2003年被县府公告做历史建筑，目前已经规划铁路拆窗相关的再利用计划。不过，管理单位铁路局希望1200几万的修复经费由市公所来支应，另外还佮包括主建筑佮周边空间的租金，每个月差不多34万。但是市公所无法度负担这么大的费用，希望县府文化局甚至是文化部会使出面协调。就一个台铁来讲，它是假设他是个房东好了，他要出租出去，他本来就应该把东西是修缮好的才能出租出去啊，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的状况啊。修复本来就是所有权人他是可以进行修复，那他如果确实有修复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协助他来跟文资局申请经费。彰化县文化局强调，因为铁路拆窗管理单位是铁路局，依照文资法的规定，相关的维护也是再利用的计划，拢必须由铁路局来提出。对于相关收费的经费，包括管理单位、地方和中央主管机关，拢有一定需要负担的比例，未将所有的费用拢由园林市公所来承担，会甲铁路局进行协调，加速铁路拆窗的活化。记者彰化综合报道。有真侪农民高丽菜种真侪，本来到年底。当年拢有消息讲，高丽菜又搁大出，市价又搁咧卖，为着要让高丽菜销较有路咧，农粮署甲高丽菜销对加拿大去，望讲会当突破去年出口7000多吨这个数量，予农民较好过年。即几冬农民真正侪玻璃菜，不过那大出一败价，即卖农粮署要甲玻璃菜销去加拿大，予外国人食看台湾菜色的好滋味。菜就像照顾小孩一样，你要看得懂蔬菜它的叶针或者它的形状，边界管理也要配合做控水的部分，这样子才能达到到国外也是一个比较好品质的那个形状。拔掉十大神农的蔡技术，运用智慧化管理种的玻璃菜，品质真赞，拔出去几多个国家。当农民甲合作社、农粮署配合，甲玻璃菜外销，解决玻璃菜大出的问题。瞬间甲降天间热的时阵不管咱国内的销售，也是迄个外销，拢有靠迄优势，因为天间热去掉的时阵，伊就袂黄化。玻璃菜再去加拿大买，要开2个月。为了保证玻璃菜的清甜，农粮署专工改良品质，搁运用真空技术降低玻璃菜温度，安尼菜色才袂歹。嘛希望透过外销，予外国人食看卖，嘛予农民的辛苦尽做有回报。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讲海洋文学的作家廖鸿基，一夜笔带台湾人看见开阔的大海。唔呐，干呐写文章，也带头推动鲸豚的生态调查、保育和观光。廖鸿基得到这届53连奖的文学奖，伊讲伊会继续带大家了解大海，探讨海洋岛屿、四边深入水底的世界。以前乌老不过是一个名词，如今我伫乌老底漂流，对着乌老的脚步。远远看到咱台湾这座岛屿，
随身带一本簿仔，不管是坐踮厝内厨房，也是对船仔出海，伊随时拢伫咧写作。伊是台湾重要的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伊做过五冬的拖海人，出海掠鱼的前半冬吐甲变过，不过伊并无翻头，依然长期伫咧海上做工课。三十冬的创作之路，实际用家己的身躯和海洋博暖。伫海顶。应该说吃足了苦头了，都一边爱劳动，啊一边适应啊。我总是会听见讲海洋伫倒啊讲啊，你若会当坚持落去，你就会当看到我上水的风景。廖鸿基捌对远洋渔船行踏全球，过独木舟驶过台湾。伊捌坐伫咧树林白啊顶端，甲家己教好乌楼漂流一百点钟。虽然时间短短一百点钟哈，坐伫上原始的海洋，我全新的感官哈，规个拢拍开哈。如果你说他带着强烈的在地性，那个在地性是他自己身份的一种参与，以及透过书写，然后回向陆地，然后引导就是读者们也进入到海洋的一种身体实践。廖鸿基用伊的笔写大海，用行动带大家关心海洋。1996年开始。伊倒入海岸海底的生态调查保育的工作，了后伊带第一只欣赏海岸的船仔出海，伊是台湾海岸观光产业的第一人。我有接触，才有机会认识，也才有机会更进一步的关怀啊。其实赏金活动，伫这21年来，哦，搁较侪人会当去海顶，搁较侪咱台湾社会去甲伊亲身的接触。今年廖鸿基得到53连奖，伊讲每一遍的得奖都是创作转变的机会，感谢这个奖，会更加大的创作空间。伊会继续用无同款的方式，带这个岛屿的人民去发现海有偌深，世界有偌阔。记者尤怡君、张玉水台北报道。来看屏东市信义国校阿高囡仔人声乐团，替真侪爱唱歌的囡仔找到舞台，也得到真侪比赛的肯定。今年10月中旬，因阁得到唔免用乐器配乐，干那用人声伫咧唱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大赛少年儿童组的头一名，咱也同齐来欣赏因精彩的歌艺。这几年台湾真流行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就是无家己伴奏。敢那利用嘴发出肉声唱歌做效果，屏东市信义国小阿高囡仔人声乐团也利用阿卡贝拉的唱法，呈现囡仔人单纯美妙的歌声，也用着音乐拍中人的心肝音啊。这阵囡仔为了要参加台湾国际中唱艺术节的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大赛，对休赖开始就无眠无日训练3个月，牺牲休赖佚佗时间专心在练唱，最后也拍出万定位，摕到少儿组金牌第一名。最佳主唱、最佳人声打击、最佳舞台呈现、最佳技巧组合、甲最佳指导老师奖，成做今年上届声人目的团体。因为我自己五音不全，所以老师把我变 VP， 就是可以控制大家的节拍。唱歌的感觉，就感觉身心放松，所有烦恼都过去了。指导老师陈阿云阿公，只要是喜欢唱歌的囡仔，拢会当来。就算音抓不准，只要照着学生的特性和才能，放伫个无同款的所在，大家互相配合、互相合作，就有上好的发挥。我是无伴奏的，所以小孩子都要用他的耳朵去听其他声部，然后找那个 balance， 找那个和谐度。家己在一层较赢看别人，伫个阿高囡仔人声乐团，看到学生囡仔为着音乐付出打拼的精神。伫咧一摆阁一摆练习，建立因的自信，摕到第一名的光彩，艰苦头才有快活尾，是上好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去公所等人办公事，还袂到咱的时阵，敢会无异样？德山镇公所等有设票数站，这是南投县文化局补助。伫咧公所一楼，阁有秀团病院两大家，和民众无论讲去公所办公，还是等医生，拢有异样会当读册。册若读无煞，无要紧，早顿去读个彻底，会记咧早顿来行，就好势。
这是飘书站南投德山镇公所专工设置，后来办公的民众未无聊做义尿。我们如果要办事情，有时候要等个时间，可能十几分钟，那可以拿出来看一下，他还可以带走，这是最方便的地方。飘书站是由德山镇文化局补助，设两大伫公所一楼甲秀团病院，让民众等待的时间会当看册消遣。飘书小站里面的书籍种类非常多，文学、小说，还有健康之类的书籍，还有如果说有带小朋友到公所这边，那其实我们这边也都有非常适合小朋友阅读的书籍。只那无看刷，也通早登去处理看，只要行登去飘书站就好。这些册拢是热心民众捐的，只要把纸摕去图书馆认证打打转，就是飘书站的纸，欢迎大家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示威抗议人士被警方围在香港理工大楼。这件代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起举办记者会讲，若要和平解决无困难，只要这抗议的人将武器放下来，只要警方的指示，就通和平处理。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针对香港政府公开发声，呼吁林郑月娥就要对这运动的人士展开独立的调查，才有影。反送中示威者在香港理工大厦被警方包围，一个一个强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起举行记者会，指出十八暗时到十九早起，差不多六百人离开理大，其中两百人拢在十八岁以下。伊强调要和平解决无困难，暗过有条件。因为个主导权唔喺我哋个手上，只要佢哋放低手上嘅武器，喺出嚟嘅过程亦都唔会使用暴力。按住警方的指示，就是可以和平处理。伊讲，理大目前够有100多人，只要照警方指示，对当和平化解。警队登记身份，对当离开。不过政府也是有对策权的。那针对未成年，会采取人性化应对。校园变作革命对立战场，国际高度关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十八号又向方爱控制，嘛针对林郑月娥公开讲。In particular.We call on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to promote accountability by supplementing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review with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test-related incidents. 蓬佩奥强调，未当挖苦警察化解危机，后并且表示任何暴力行为拢未当强接受。暗国当局爱采取适当的执法。不过，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十八日伦敦举行记者会，反对英美势力干预香港局势。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Adopted the so-called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to blatantly interfere in Hong Kong affairs, which are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刘晓明佫警告，香港局势若是无得控制，中国政府一定会插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关心的佫唔难即阵，来看伊朗政府将石油的价钱提悬，引起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为了避免代志惹大，将全国的网络拢斩断。蓬佩奥也表示关心，呼吁伊朗政府唔通去伤害的民众。去年世界梦烟散雾，规座城市全部拢烧起来。伊朗政府无预警，又激起真济，而且实施配给制度，引起民众不满，伫咧全国各地开始示威抗议。英国公报公司 BBC 报道，已经知影上无超过12人死亡。伊朗政府表示，嘛已经掠超过200人，而且拄顶礼拜六实施全国性的断网，避免示威的规模扩大。به جای شعار دادن اعتراض کردن حمله به مراکز حتی نظامی شروع شد اینا اتفاقاتی بود که رخ داد伊朗政府则是宣布油价来起，每个月每公升油价起50%，加油超过60公升，才阁分阶段来起价。相关的气候达到原本的3倍，是即个抗议发生的主要原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嘛针对这个代志表达关心，说起哦，伊朗政府认为这是支持暴民。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宣布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同时对伊朗做出制裁，影响到伊朗的经济，嘛让两国的关系彻底恶化。We condemn strongly any acts of violence committed by this regime against the Iranian people and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several fatalities. We've been at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administration. از آقای پومپئو که با بی‌شرمی هر چه تمام‌تر
از تحریم های حداکثری علیه ملت ایران دفاع میکنن و طراحی میکنن انتظاری جز این نیست که از اغتشاشگران حمایت کنند.拉比也表示，示威集会已经逼近一天减到80%，啊，不过伊朗政府也是继续伫实施网络封锁，等下就甲这个世界隔离。加罗面顶上新的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甚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8度到22度，中部21度到25度，南部。23度到28度，东部18度到25度，今晚偏雨16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一部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